给大家演示一下玩骰子的作弊器，我们看一下要几点就可以拿到几点。我要四五六，它就是四五六。我不按遥控器的时候呢，它就是随机的点数，对吧？点数是随机的，那我用遥控呢就可以拿到我想要的点数。我现在要四五六，对吧？那如果说没按遥控呢，它就是随机的。